公元1076年的中秋，苏轼受乌台诗案之祸，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，七年未得团聚。此刻，词人面对一轮明月，心潮起落，乘酒兴正酣，挥笔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《水调歌头》。这首词以月起兴，表达了苏轼欲为朝廷尽心尽力，却又担心飞来横祸的万般无奈。结笔发出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千古名句。Yeah.